いけたかな？いけた？これ、いけてる感じ？大丈夫、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呦，对不起大家，我刚刚真的不知道怎么开始播，拍谁？哦，好多好多，王母胆，罩住，罩住，大家小心，小家仙人气，来过来，哎呦哎呦来，麻药饭，谢谢，来半场，偷偷上，终于有看到喜欢的，谢谢，哎，すごい、なにこれ、ちょっと待って、使い方が全然わからん、麻药好好哦，大家好哦。卡丘，妈哟，好哦，对不起大家，久等了，小华哥，Pio 林さん，待って，すごい、ちょっと待って、全然使い方がわからんぞ、ちょっと貸して、待って。阳光，谢谢 Solito さんで阳光。妈哟，吃饱了没？我吃饱了。等我一下哦，妈哟，放什么？Level One。哇，すごい！啊，もういっぱいありすぎてわからんくなってきた。確か。大家等我一下。あ、这个、おお、あ、自分が映ってる。え、間違えた。違う。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用。第一次开直播，大家好久不见。KX さんね。卡丘，谢谢你的小金球。Ken，好久不见，中午好，米友さん。那我该开始自我介绍吗？刷马尾好可爱，谢谢。Hello，弗雷迪さん。我好多。大家好，我是 AKB48 研究生藤井麻友，应该知道我的人都来我的直播吗？哇，すごい！我在大阪哦，我是大阪人。我好久没有开直播，好紧张哦，我都不知道怎么。动漫展第一次看到你，哎，你要来动漫展？动漫展，哎，我是不是中文变烂了？我回来大阪都没有讲中文，我觉得我的中文变烂了，变不好了。我来自大阪哟，绝不错过你。大家的留言好多，看不完。哎，谢谢 T 谢哥阿翔的阳光，烟，哎，等一下，烟什么什么，还有很多汉字我都看不懂。退步了，真的，我真的退步了，怎么办？我要回去台湾了。中文很好，真的吗？蔡一柔，哎，肉肉来了，喜欢麻友说中文，谢谢。家人会觉得麻友的日文怎么怪怪的？真的啊，真的，我的日文也变很怪，变很奇怪了。有日本人吗？我用日文自我介绍哦。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大阪人の藤井真由です。日本人の方って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英語が見えたぞ。キンコア。Hi, how's everything? It's really cold in Osaka. It's freezing. こんにちは、梁关さん。こんにちは。中文、日文都退步了，我难过，好难过。等一下，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用哎，都不行了，怎么办？老师们，请多多指教，教我中文。什么？大阪弁で？肉肉麻油。こんにちは。マルコスさん。大家都，等一下，我的中文真的退步了，只不过喋られへんくなっちゃった。大阪帰ってきてから中国語全然喋ってないから中国語喋られへんくなっちゃった。どうしよう。谢谢。何これ？何これ？咸海带。玫瑰，姻缘，阳光，安迪桑，阳光，谢谢。马友讲英文很好听，谢谢。是不是需要开镜像是什么？大阪女神，对。玫瑰，谢谢卡丘，安迪桑卡丘，関西弁かわいい。大家的留言很多，小花哥，谢谢贵族玫瑰，哇，小花哥，谢谢54、56，めっちゃくれた、58個のなんか虹色のキラキラのバラをくれました。大家用日文讲聊天吧，因为我的中文退步了。我知道大家都会讲日文，因为握手会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讲日文。谢谢帅元帅，是刚刚的是帅吗？谢谢你的玫瑰，贵族玫瑰，中文变差了。いいですよ。もも来了、もも、え、健健、ももだ粉丝、健健。はじめまして。これは、林、ウェイリン、ウェイリン。我不会日文。麻友店长真的很可爱，是不是？那天很好玩，跟美玲当一日店长的时候，云爵、诗雨来了，阿翔，まゆちゃん、こんにちは、カニさん、こんにちは。日本語ができません。日本語でお願いします。待ってくれ。阿翔、谢谢。なんだ？ランク、ケイクスさん、シーシー。シーシーしか言ってない気がする。中国語が喋れんくなった、どうしよう。大家教我中文。好啦，我要自我介绍了。看过我的粉丝们，没有看过我的。大家好，我是，何これ？可愛い，好可爱哦！我说什么？大家好，我叫藤井麻友，叫我麻友还是麻友就可以了。然后我今年20岁，我在台湾念大学，我大二了。
我的学妹都叫我妈有先輩，好开心。我要说什么？我现在在大阪，然后我该说什么？我啊，好紧张哦。然后我喜欢吃东西，然后我喜欢跳舞。大家有看过我跳舞吗？有吗？どうしよう。え、これめっちゃ可愛いんやけど、これ何？愛心？这个愛心是什么？谁送的？黑哥 ，I love you, love you。米老鬼，玫瑰，谢谢。Hello， 麻油。嗯，わからん。緊張しすぎてきた。我真的不会讲中文了，怎么办？有看过影片，有哦。动漫展看了，我第一次去那个动漫展，我觉得好酷。有在麻友 IG 看到跳舞，喜欢麻友跳舞，谢谢谢谢。麻友姫さん啊，高橋真琴さんや、ジャックさん、とあるクズ大学生さん、こんにちは。日本人ですか？麻友的麻友ファン来了。阿基明太古 K 三，等等要准备午休了，不然下午上班会睡着。我那个二月应该常常会开直播。哎，米老鬼，哎，哪里过来？237，哎，这是什么？好惊讶哦，好运，米老。米老鬼是吗？是米老鬼吗？这是什么？哎，快300了！谢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哎，すごい300，なんかすごいさ、316ぐらいまでほら、ほら、327？これは何？好运什么什么是什么东西？すごい。え、すごい。なにこれ。まゆちゃんのキャッチフレーズあるの？え、あります。大家知道我的キャッチフレーズ吗？知道吗？知道キャッチフレーズ吗？好来哦。我是最爱台湾的麻友，你们是最爱麻友的？寂しい。我一个人。一个人讲很寂寞，大家快跟我留言哦！麻友饭，麻友饭，大家不错哦。米老鬼三，好厉害哦，500了，好厉害哦，谢谢。嗯，プレゼントらしいですよ。なるほど、これ500もプレゼント？すごい。保养的好好，好像阿卡讲的的，真的吗？哎，对啊，成员们都摸我的手说，好暖哦，好暖，我怎么这么暖？对，我全身都很暖，我变胖了，好暖。麻友饭，麻友饭，这个阳光盐。これなんて読むんだ？朝日みたいな字。炎、炎什么什么、陽光？谢谢。麻友超可爱、麻友ファン、万歳。昭和哥输了。ケイクス、あ、爆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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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で、好、え、あ！
麻油面、麻油鸡面线，我都没有吃。面线，七七猪猪，小金球，小金球，回台湾吃。我已经想要吃臭豆腐了。我姐姐、我家人都不吃臭豆腐，只有我喜欢吃。只我喜欢，前天才吃麻油鸡吗？臭豆腐大家都喜欢吗？我喜欢吃那个什么嘉义的臭豆腐，很好吃。圆圈，麻油今天发型好可爱，谢谢。哎，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夸张。我之前来刚来台湾的时候，臭豆腐是很臭的东西，可是很好吃哦，很好吃，可是很臭。可是，前几天我去夜市，然后那时候很饿很饿，我觉得诶，什么东西那么香，真的很香，我觉得很香。然后回头看，那是臭豆腐。对，我现在觉得臭豆腐是很香的东西，我觉得很夸张。大家都觉得臭豆腐是很香的东西吗？麻油酱，臭豆腐本来就很香啊，是？哎，所以我变成台湾人嘛，是不是？好期待。对吧？超香的，真的很香。臭豆腐食べたことありますか？日本人の人っているんかな？日本人の人って少ないんかな？やっぱり。被台湾人同化了。对，我不太……你不太吃臭豆腐，真的假的？很好吃耶，可是我。一个礼拜、2个礼拜前才第一次吃那个有汤的臭豆腐。我之前是都吃炸的臭豆腐。下壳山，谢谢你的阳光。大人の匂いです。臭豆腐是大人的味道吗？真的吗？阿部さんと一緒に食べよう。阿部さん不是不喜欢吃臭豆腐吗？哦，瑞克什么？瑞克阳光，谢谢。来哦，好难哦。为什么台湾人的名字这么难念？我要学中文了。麻友，中午好。哦，小哈家人会觉得麻友很怪，对呀、啊，我有讲过这件事，然后大家都说是假的，臭豆腐是臭的。艾斯桑，麻友好久不见，艾斯桑好久不见。麻友过年会自己煮年糕，啊嘞啊嘞，切的年糕。什么年糕？啊嘞？小妹有小妹有来吗？小妹，我很羡慕小妹的身材，好好，腿那么长。主播，麻友午安，你好好笑哦，我好好笑吗？我的中文好笑吗？哎，为什么有花了？好，好难哦，这个直播好难哦。難しいよ、このアプリは難しい。年糕、餅？餅、年糕。え、とあるクズ大学生は、さん、クズ大学生はどこ行って思った。クズ大学生さんは、日本人なんですね。まゆちゃんかわいい、ありがとう。年糕？为什么过年的时候要煮年糕？
頑張って。ごめん、台湾人、日本語上手すぎて分からんかったよ。我也觉得很难。对啊，而且我很……哎，那个啥，花，为什么会有花？爱心花，这个好难。等一下，我要习惯。小心一下，飘向北方的那首歌我也很喜欢。娟姐，哦，娟姐，对，我没有叫你，是不是？娟姐，谢谢，娟姐，妈妈，A way to celebrate New Year in Taiwan。ま、何これ、すごい。ちょっと待って、見て、ほら、お、すごい。何やって書いてる。え、ちょっと待って、このアプリ難しくない？ このアプリめっちゃ難しい。マヨ、今天是不是迟到了？对。拍摄、对不起、不好意思、ごめんなさい。遅れたんです。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开这个直播，然后有一个东西私人跟公开，然后一直按私人的地方，所以刚刚是我一个人开直播，都没有什么人。大丈夫？哦，克里斯，小树，小树，妈呀，太可爱了，谢谢。待って待って。那个，马友会唱什么什么？我没有听过这首歌。可以画画，哎，对，可以画画，我可以画画。价格上，店长活动直接增推，甜心夹面吗？谢谢。とあるクズ大学生さん、プレゼントのボタンがあるで、そこからプレゼントをくれますよ。でも、お金はかかります。なるほど。とあるクズ大学生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教えて、使い方を。え、ランクーさん、谢谢你的阳光。阳光？小说谢谢。哎呦，不错哦。ちょっと待ってよ。本当に使い方がわからん。お久しぶりです。愛的母官、锁定你。母官？マヨ暗道。ああ！镜像、镜像。待って。ここだ。镜像楼。画面是左右相翻的，真的吗？啊！可是我现在如果乱按的话，如果我不小心关掉怎么办？这个 APP 真的很难，我要怎么镜像是什么？这个吗？镜头不是镜头，关闭镜像吗？是吗？是关闭镜像吗？是关闭镜像，不要听你。妈有中文比我日文好多了，没有，真的，我的中文变差了，真的。我回来3、4天吗？应该是吧。我27号、28号回来大阪，好冷，好冷。妈要回大阪了吗？我回来了，回来了。好冷哦。Showroom 然后继续加油。哪有？妈有中文很好了。哎，サシエちゃんが来た。哎，なんか生えてたよ今。何これ？かわいい。何これ？何これ？なんかもう好多东西，好多礼物。又被関西弁。拉回去了吗？有啊有啊。为何马友善在 AKB48 TP？
不是在 SKE48，因为我好，应该有人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台湾当偶像，对不对？クリ ちゃん来たの？因为我高中的时候第一次去台湾台中玩，然后那时候觉得台湾人非常非常非常亲切，然后我真的真的没有遇过那么亲切的人，就喜欢上台湾，然后后来觉得我一定要去台湾念大学，然后我一定要交很多很多台湾的朋友，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决定好去台湾念大学，后来才发现有 AKB48 的活动，然后我参加甄选，对，然后那时候到现在，中间有发生了很多问题，可是现在都没问题了，有很多活动，很开心。玫瑰是帅吗？帅源赏的玫瑰，谢谢无诗歌，是 Iris 赏吗？Iris 赏，comment 가미타이，80，超过80，好厉害哦！谢谢，怎么的？妈哟，讲故事时间。哎，对对对，大家要追我的那个这个直播，不知道怎么讲。S 三谢谢，兰克三谢谢，S 三，哇，すごい！ちょっと待って、101、102、112、113、235。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艾斯桑，帅源桑，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昼ご飯食べた？食べました。大好きなセブンイレブンのパン。本鼻子？本鼻子？什么？嬉しい。追踪直播。大阪の若い人はあんまり大阪弁やってないんでしょ？大阪弁かな？ 結構大阪弁かな？帅源さん、谢谢700、快500的玫瑰。很开心。KB20。よお、フォローし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ねえ、すごいんやけど、なんか。540、552。アイスさん、ありがとう。大家都有 follow 我的 IG 吗？I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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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我说 ，IG 也有那个口音吗？我们都会说 Insta，所以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Insta 是 IG 吗？IG 吗？阿华，卡丘，谢谢。これなんて言うんだっけ？楓みたいな。ランク、ラブ、阿华是华吗？华吗？华吗？等一下，为什么我的中文这么不好了？有啊，大家 IG 有追，都可以。なるほど。何？大家知道我养的狗狗的名字吗？还记得吗？我有养两只狗狗了，跟一只猫咪。待って、1000超えてる？1000超えてない？これ。1000超えてたで、今。すごい。IG。娟姐，谢谢你的阳光。
え、なにこれ、なにこれ、なにこれ、これ面白くなってきたよ、だんだん。本当、え、すごい、誰誰、さっき言ってた。本当って言ったんだれ。セーターどうやら、アーホア、アーホア、好厉害。还记得我果果的名字。如果你在 SKE48 可以看到松井樹里奈さん。真的。红豆奖。对，红豆奖是红豆奖。来了，对。大家都要看红豆奖吗？他现在在睡觉，在这边。来。来。红豆奖来。え、じゃんじゃんできてる。すごい。ちょっと待って。あんちゃん、あんちゃん来てくれ。えー、すごい、織田信長第六天。まあ、重たい。ハロー、ハロー、大家好、我叫本豆。こんにちは、あんこです。6歳です。寝てました、ガンガン睡着了。かわいい、他也变胖了。え、なにこれ、 AKB48 Team TP って書いてる。よいしょ。ハロー、第一次跟あんこちゃん開始播。よいしょ。あんこちゃん、谢谢。退場、本豆退場。ねえ、なにこれ、 TPE じゃない、間違えた。AKB48 TeamTP って書いてたよ、今。シュシュ、じゃじゃシュ。かわいい。本当ちゃん、很可愛吧。ハリー、ハリーじゃないの。ハリーは、ハリーは今、お姉ちゃんの家にいてるから。マヨ、认识 NMB 的成员吗？我没有耶。我这次、想要去看他们的剧场，偷偷去看，学习，想去。连没睡好，真的吗？有水肿吗？啊，你说，你说是红豆奖吗？やばいってきた。ハリーちゃん、来了来了、事故やな。啊，草莓酱，草莓酱啊！谢谢草莓酱的阳光，阿华。那过来，哪点呢？叶，枫叶，枫叶。Pretty Sun。Team TP 成立前最喜欢就是 NMB。なるほど。是呀，是呀，来たって、みやびちゃん来たって。え、すごい。妈呀，好可爱，谢谢。队长，队长好，队长好。台中，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山麻尾，超可爱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红鼻子ってなんだろう。足がしびれた。我有去过大阪看 live， summer live。大阪很好玩，有吗？我觉得大阪不好玩呢。什么都没有。我昨天前天去新街桥，可是我觉得不好玩，东西又很贵。台湾比较好，男友好有礼貌，请队长多多照顾。男友可爱，みやびちゃん，みやびちゃん全然めちゃくちゃ優しいですよ、本当に。え、待って、手滑哥、手滑哥、1700、2400、3000、すご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サブ、台湾很暖吗？好冷吗？台湾天气怎么样呢？で、これ本当にね、大阪城かっこいいじゃん。さすが織田信長。一万多的雪花哥，一万多的雪花哥。哎，すごい！何これ？
AKB48TMTP のバス、公車。すごいんやけど、これ。すごいな、すごいな、これは。昨天台中天气很冷。是哦，对呀，昨天大阪也有下雨。Ice 上，谢谢 AKB48 的那个唱歌的，尖尖巴士诶，对巴士，这样看比较好嘛。尖尖めちゃくちゃ優しいって嘘みたい。嘘じゃないって、ほんまに。めちゃくちゃ優しい。待って。大阪有下雪吗？没有，没那么冷。今年って雪降るかな？大阪。加油！好厉害哦，这个礼物很厉害。加油，谢谢。浓眉毛，眉毛，眉毛毛，眉毛。爱的目光锁定你，爱的目光锁定你。马友饭粉丝追星族，对对对，阿华桑跟那个马友饭粉丝追星族，手滑哥谢谢3000，要去上班了，马友下次直播见。哦，君姐上班加油，还没放假吗？大家还没放假吗？现在的时间是午休是吗？大家上班加油！手滑哥挂名，真的，我们的偶像手滑哥，我聊天室好卡，真的，上班辛苦了。今天是上班最后一天啊！今天是上班最后一天，所以明天开始放假是吗？啊，我开始习惯讲中文了。马友午安安，爱喵语啊，诗语的那个，烦恼的呢。来了，上班中，上班中，大家加油！马友下礼拜过年会回台湾体验吗？不会，我过年都在大阪，耶！因为我回去台湾要干嘛呢？都没有人陪我过年呢，好难过。大家都有去什么？博南街、维亚，大家都有去维亚吗？台湾的维亚好棒哦！小戏，小戏，小戏是那个小戏吗？大家，明天去日本找马友，来哦来哦，一起玩一起玩。没有什么时候回台湾呢？过年后，过年会回去台湾。アジアフェスティバルの生放送を見たの？見れなかったです。我3月要去大阪玩，真的假的？几天？大阪有什么好玩的？那个吗？环球，USJ，ユニバ？学生没有尾牙，学生没有尾牙。阿翔，马友放阔过陪马友，家族と台湾旅行，没有，大家没有尾牙吗？要去5天，跟妈妈一起去，还有京都奈良，京都奈良，我喜欢去京都。京都，很喜欢去 Kyoto，我都还没去，还没去，我都在家里。哦，有花，谢谢。
大阪人对于台湾的酱油小有什么感觉？我觉得这个是很不错的问题。我觉得台湾的酱油小跟大阪的酱油烧是完全不一样的，哎 我没有吃过很多，台湾版酱油烧，可是我觉得大小也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都很好吃。什么什么？来了来了，それ、別物じゃん。別物、ほんまに別物。え、でも、台湾のたこ焼きの方がめっちゃタコがでかい気がする。台湾の酱油烧的什么酱油。好大哦。好大方哦。台湾人好大方哦。诶，可是，我觉得酱油烧是还好。问题是，大阪烧。大阪烧那是受不了，那哪有大阪烧？哪像大阪烧？我很生气。我上次去什么士林夜市，看到大阪烧，那是正反形的，正反形的。我觉得受不了，大阪烧不是圆的吗？有吃过大阪的大阪烧吗？很生气。对，大阪烧就是台湾烧，真的，台式改版。对，我昨天在大阪喝珍珠奶茶，我觉得差很多，台湾的珍珠奶茶最棒。那个珍珠很硬，大阪的珍珠很硬。零一雷吉，なんだこりゃ？なんだこりゃ？サポート、差在哪里？大阪烧吗？台湾風お好み焼き？じゃあ、大阪烧。こんちゃ？分享了直播间，谢谢分享。哎，可以分享直播间哦。都喝五十兰吗？五十兰，我比较喜欢 Coco，我比较喜欢 Coco 的百香双响炮。可是如果我喝了，我会被碎碎念，所以我没有喝，我没有再喝了。如果想喝了，我会喝那个无糖的，不然我会变胖。我会变更胖，可以呀。串カツ？でもね、大阪人は串カツは食べへんと思う。太冷了，珍珠都 是这样吗？大阪很冷，所以珍珠也很硬吗？是吗？哎 谢谢你们分享了我的直播。我好厉害哦！为什么大家知道怎么用这个 APP？麦さん、先に仕事戻るね。バイバイ。頑張ってね、織田信長。織田信長さん。ね、これね、難しいな、本当に使うのが。そこに。小白？小白？小白是那个小白吗？上次强强来看我在直播的小白吗？是吗？日本人は果たしているのかどうか。こんにちは、花同学。こんにちは。小白、不是、新的小白。谢谢。前の関西弁かわいい、もっと喋って。中午好哟，大家好。你妈在哪里呢？会不会唱歌啊？我想唱歌，可是
有规定，所以还不知道耶，还不知道可不可以唱歌。嗯，下次直播再来，先去忙喽，好。哦，好多留言哦，来喽，大家都来喽。Hello，Hello，哎，我40分了，哎，时间过得好快哦。我再自我介绍一次好了，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是台湾的团体AKB48 大家应该有听过吧？然后 Team TP 就是 AKB48 的台湾团体，姐妹团体这样子。然后，我在台湾当成员，我是研究生，我是大阪女孩，现在在大阪，今年20岁，我有 Instagram，请大家追踪我的 Instagram，Mayu，我叫 Mayu，我的日文名字是 Mayu。所以是 Mayu 摩七，AKB48 TP，大家请 follow 我哦。然后，好像可以 follow 我的直播间是吗？可以追我的直播间，所以请大家追我的直播间，我会开直播。下面的字反了，因为我不知道怎么镜像嘛。我怕如果我乱按东西，然后直接关掉。谢谢小树，小树，谢谢小树帮忙。一応日本語でも言っておこうか。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日本人の方は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今は台湾で AKB48 チーム TP の研究生をしております。GMA と申します。台湾大好きな大阪子です。インスタグラムもあるので、ぜひぜひフォローしてください。あとはこのライブのこの部屋のライブのフォローもしてくれたら嬉しいです。これはなんだ？左上追踪，右下分享。对，请大家多多帮，请大家帮我分享这个直播间。我今天是第一次开直播，所以我觉得我做得不好，请大家原谅我。下次我会努力。メイさんはやはり日本人と話したいんですか？あ、没有啊，我没有特别想要跟日本人讲话，可是我很好奇。就是有没有日本人用这个 APP 这样子？中午好，镜像模式后面的字是左右反相反的，对，我知道，可是我怎么办？そんなことないよ。大家很贴心哦，Kiko 桑，谢谢你的爱心，爱心，这个不是爱心吗？Love you，Love you 都改掉了。镜像关掉就可以了，镜像关掉，镜像关掉，哪里？这个吗？关闭镜像，我按哦，我按哦，真的吗？我按了。我按吗？这样吗？这样吗？是吗？我按错了吗？我按错了吗？
镜像正常了吗？我、哦、好厉害哦！我进步了。成功了，成功了，按对了，按对了，谢谢大家。日本ルーム言うと思った。日本人はショールームやライブミーの方が多いらしいですよ。なるほど。谁代言泪？こんにちは、谁代言泪？没按错。对了，谢谢。Tetsu さん、こんにちは。フォンリーモン、フォンレモン、粉レモン。博翰，博翰来了。哎呀，啊，西瓜是别的，麻掉了，脚麻掉了，怎么办？間違えちゃった。あいよあいよ、来了。大家过年是怎么过？台湾的过年是怎么过？我都没有在台湾过年过，过年过，过过年，过年过，在家过，在家跟家人一起吃饭之类的吗？吃团圆。过年过，何歳ですか？20歳になりました。20岁了，二开头了，已经二开头了。永远的18岁，夜でゴロゴロする。麻将？へえ。全家人一起吃饭。なるほど。台北的人什么什么什么，台北的人会变很少，是哦，大家都会去哪里？家里？马友有参加成人式吗？我没有参加到哦，对，我没有参加到成人式，我好难过。我是看我朋友穿得很漂亮的照片而已，我都没有。参加，人生只有一次的成人式，晚上守岁，ばあちゃんのご飯食べたり、家族と遊んだり。なるほど。台北大部分都是哦，回到台湾南部老家，南部想喝那个叫什么？牛肉汤，牛肉汤，我想喝，很怀念哦。好可惜，真的啊，なんで参加できなかったんですか？因为刚好我的期末考，对，是那天。成人式跟期末考是刚好，好难过。可是我想要去拍照。穿那个福利社的拍照，咦，没关系，我们买有饭，什么什么啊，好多留言，看不完，看不完。台湾没有成人式，对呀，台南呢？嘉义鸡肉饭，鸡肉饭很好吃，嘉义的鸡肉饭也很好吃，真的，真的很好吃。台南人都喝牛肉汤。あなたは台湾の少年たちが好きですか？好难哦，要怎么回？他说他问我，你喜欢台湾的少年？少年，台湾的男生是吧？我喜欢，我应该比日本的男生还喜欢台湾的男生。我没有男朋友哦，但是我很喜欢。台湾，我觉得台湾的男生比较贴心，就像，我看别的情侣嘛，就女生比较强的感觉，男生都会听女朋友的话，这样子，我的感觉了，我的印象。
所以我比较喜欢台湾的男生。可是要看人，日本人也很亲切，也贴心。当然说喜欢。嘉义人什么？美玲也回日本了吗？她也回啊。我跟她是，1月27号吗？8号那边一起回去了。对，她在虎干。我昨天跟她聊天，然后她也说日本料理很好吃。我跟美玲是很好。家乡，優しいから、そうそうそう、優しいんです。是台湾，在台湾是什么？友達の中、ハーフの子がいて。へー。好好哦。暖男。我比较喜欢台湾的卡内文奇。我没有说，我没有说。我和哥かっこよかったです。太多成员了，看不完。嗯，还有追星族，什么才两个？没有，日文也都怪怪的了。嗨 我知道我的日文真的变差了。我跟朋友去吃饭，然后他们说：“哈。”那是什么日文？我的日文变差了，怎么办呢？瘦了，我没有瘦，我没有瘦，怎么办？我上次减肥很努力，很努力减肥的时候，因为我的体育老师跟我说，你要做重心，重心吗？就做腹肌肌肉训练。然后后来我的脚变粗了，因为我每天很努力做那个什么下去、上去、下去、上去的那个动作，对，那 我的脚变粗了。嗯，重训，对，重训，碎碎念来了，重训，哈哈哈哈，QQ 真的，哎，这什么？妈耶，是谁画的呢？妈呦，是谁画的？好厉害哦！谢谢。辫子表示有力的。深蹲啊，蹲是蹲吗？是蹲吗？对。撑。啊，我要学中文了，老师，真的我怎么办？胖。可丁追踪了主播，木糖，아씨가집에다，那大家都，哎，过年放假是放几天的假？7天吗？明天开始放假是吗？那放假到什么时候？9天？真的？连假吗？连假9天？然后都在家里吗？都在家里吃饭吗？是吗？吃饭喝酒是吗？好像特别，今年好像特别惨。是哦，今年好像特别。今年特别长哦，一般都超过7天，7天会出去玩，看成员的直播，打麻将。哦，去灯会玩，灯会是什么？想去找麻友玩，来呀来呀，来大阪呐，来京都啊，来关西呀。嗯。但是今年多了，大家的直播可以看。对呀、啊，我好久没有开直播，我没有想到开直播那么难。没错，看 AKB48 TTP。南大妈子里，
在哪里？灯会是在哪里？灯会很难解释。灯会，爱达姆关锁定你。这么难，好难啊！我没有用过这个 APP， 我觉得很难。就是很多造型灯，灯笼，灯笼。我等一下查看看好了。我想去台湾的所有的地方。どこで中国語習ったの？中文是我自己学的。对，注音，注音也是我自己学的，好难哦。喂，充电がなくなりそうですか？もしかして。どこで中国語を習ったの？可是，大一的时候有两，一个礼拜两次的中文课。对，对，我甄选的时候要开直播，然后那时候我听不懂中文，看不懂中文，也不会讲中文，所以那时候边开边学中文。对，所以我的粉丝都是我的中文老师。谢谢老师。什么？就想想成很多灯笼，就想哦，好想要去哦。是灯会是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吗？还是过完也会有吗？好想睡觉，一起睡觉。我也想睡觉了，家里很冷。中文比日文什么什么？中文比日文难，中文很难。真的学很快，没有。我现在大家都知道我的中文都退步了。对啊，是因为我没有开直播了，所以我的中文退步了。所以你大家要，下次、下下次、下下下次、下下下下次都要来，然后都要教我中文，这样我的中文会一瞬间就那么的就。灯会通常都是过年前到过完年，两个星期。两个星期左右，哦，是哦，那我应该来不及去。Tomo-san hello， 小妹你怎么每台都跳来跳去？小妹加油！原来日本什么？原来日本广播也是我负责，但是他们后来走偏了。原来哪有班什么跟阿布散学中文呢、啊？なんでやねん。かわいい。なんでやねん。なんでやねん。ねん。没有啦，好可爱哦。我超喜欢台湾人，就是外国人。我超喜欢听外国人说大阪方言，我觉得超可爱。如果台湾人觉得，等一下，我的中文怎么这么不好？如果外国人讲台语，台湾人会觉得怎么样呢？会觉得可爱吗？还是奇怪？我感觉马友中文比阿布三好，是吗？谢谢马友 ，Hello， 阿布三专属，好きやねん，なんでやねん，なんでやねん，很可爱。今回何？握手会で話してみよう。ほんまに马友讲台语好可爱。等一下，台语吗？哦，大家好，
我是日本人。我忘记了，怎么办？台语也忘记了。我知道开车是怎么说，回家，回家是吗？回家，那个鼻音很难哦，好难，发音很正确，真的吗？真的假的？没有讲台语超可爱，可爱怎么讲？哎，可爱怎么讲？我忘记了。安岛是安岛吗？是安岛吗？安岛是好看吗？帅跟可爱是吗？这台语很可以，谢谢。狗嘴，可爱啊！狗嘴，哦。勾嘴，中文很难打台语。哦，勾嘴，大家拢勾嘴。AKB48 Team TPA， 大家拢勾嘴，是这样吗？我想说 TP Team TP 的成员都很可爱，这样子。金价高嘴，高主一，主一差不多，台语好难，我先放弃好了，先放弃了。高举吗？比较接近哦，超哥，主一，なに？ゴーゼ。おー、難しいな。台語難しいな。ゴーズイ。ありがとう、みんな。ゴーズイ、ゴーズイ。唔贪。我还记得啊，怎么可以忘记？安内唔贪，安内唔贪。台语比一般中文的声调很多很多哦，原来好了，好冷哦，手都冰冰的。下次握手会干嘛要讲台语？不行，我都听不懂，听不，台语不行，台语不行。真的，他讲的很标准，最标准，谢谢。哎，大家千万不要跟我讲台语，真的我听不懂哦。握手会，戴手套。今年大阪会谢学吗？会吗？我想要问学。哈哈哈，大家都欺负蛮有，不行。不要欺负，好き。いきなり突然被告白了。暖房うどん使ってないですか？レイチはランキング13位？すごいな、これ。このアプリ。バイナイ？スキー場のスキーです？何それ面白い。我以为被告白。千千 Team TP 推し。暖房を使っていないですか？あ、暖房？あるけど寒い。寒いよ、外に出たくない。我都不想要出门了。好冷哦。那ゆひめ様、你的装饰衣服快好了，那个超想要看耶。很想要看，那个好厉害哦，那个衣服。特攻服。好厉害。
公猫你的加油，真的。咕咕咕，豌豆荚，豌豆荚，温度上げて、上げて、かわいい。上げて。现在这个握手会居然不够，没办法握马友，ごめんなさい，没关系，下次来握我，有猫咪亲我耶，好可爱哦。啊，超可爱！大家都知道我有养一只猫咪吗？大家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还记得吗？我有 po 那个在 IG，这什么？这是什么？这刚刚的是谁送我的？谢谢，我觉得很好玩。瑞可神，谢谢。ねえねえ、充電器がさ、欲しいんですよね。我的妈咪在我旁边，帮我拿充电器。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不管，怎么办？麻薯，我好厉害哦，类单三。麻薯，对呀，麻薯，它叫麻薯。おもち酱，ほっぺ。お餅、ケックスさん。お餅、它是金吉拉。那个我养的猫咪是金吉拉，它很乖，它很像狗狗一样，超像狗狗，它很粘人。然后它会咬那个什么猫咪的玩具，然后过来，然后叫我这样子，然后。就是叫我一跟他一起玩，超可爱。它比较像猫咪，它不会粘人，像狗狗的猫猫。对啊，像猫猫，像狗狗的猫猫，但是像猫猫的狗狗。好聪明，Rex 啊，都快死了。Rex 吗？Rex 在台湾的房间。我在台湾的家里，也太像狗狗了嘛，是，对不对？对，充电します。要充电了。ついてるのかな、これ。等我一下哦。耶，充电了，什么都不怕了。对啊，Rex 不见了，对不起，Rex，帮 Rex 哭哭。我回去台湾开直播，我会带他，我会跟他一起开。芭比来了。西西来了，我想去北海道玩，我想要玩雪，是玩雪吗？想玩雪。握手会跟你玩得很开心。握手会，那我可以，什么？没有会化学吗？我看起来会化学的女生吗？我真的什么都不会。滑雪是滑雪，对，滑雪我不会，运动我几乎都不会，只有跳舞而已。对，运动我真的不会。小华哥，谢谢，love you。很想要看雪，化雪，你和大阪人的可爱笑，说那种。真的想看你跳舞，我也想要跳舞。点数点多，
连续多年跳舞了。以前有学芭蕾舞吗？有学，有学。嗯，我国小二年级的时候，没有，一年级的时候开始学跳舞，然后我都有学哦，芭蕾舞、hip hop、jazz、rock、walk、house， 就街舞嘛，街舞蛮多的，芭蕾舞也有。有什么直播？什么？规定？有啊有啊，有规定。所以我现在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唱歌，可不可以跳舞，我都不知道。之后应该可以跳舞，边开直播边跳舞，这样开边开，对。妹ちゃんのダンス姿を見てみたいよ。大阪出身です。大阪出身です。我是大阪人喏。我想要学二班。哦，二班吗？好厉害哦！以后要跳星星。那什么？那是什么？手滑哥，谢谢手滑哥。这什么声音？飞机，这是飞机的声音。上来好多，这是枫叶吗？叶子。斗南，我有去过斗六。黑鸡呀，周佳玉，可以在 Insta 上跳舞吗？可以，我想要录影片，然后想要发那个跳舞的影片。如果直播可以跳舞，希望以后可以什么？可以看到，对呀。我觉得阿盘啊，内吉啊 ，AKB48 TMTB 的什么成员，很多很多成员都会讲日文，我觉得很棒，好厉害哦！都没有去留学呀、啊，自己学日文那么流利，我觉得很棒。阿盘还在吗？香菜，我也不吃香菜哦。我不喜欢吃，阿班居然出现，啊！不要叫，乖乖，我大姐姐回来了，すごいですね。哎呦，不错，ハートが多いです。香菜好吃，哪有？那个味道好特别哦。不要香菜。我不吃香菜，我不吃，其他我都会吃。標準語で大阪弁なんでやねんだっけ。あー、大阪弁なんでやねんだっけ。之前日本流利吃香菜，应该有，应该是流利，有吗？有，香菜不是很健康吗？健康料理，吃葱吗？我会吃啊，我会吃。中山ひりんさん，我会吃。我最喜欢吃巧克力，然后臭豆腐、猪血糕吃吗？很喜欢，超喜欢。可是猪血糕不是加酱跟花生吗？可是我不加香菜。日本人好多人都不喜欢パクチー，对啊。啊，我不知道怎么念，可是那个什么菜，那个菜我会吃。蟹小什么菜，我会吃哦。说麻友像会高兴吗？不会。生户人。神父人，我还好，我就是大阪人。吃皮蛋很喜欢呢、啊，很好吃耶。阿班，谢谢你的阳光，
芹菜是芹菜吗？芹菜不是啊？对，青菜、芹菜，好难哦。阿华山，谢谢，161。大家，很期待看哈利嗓吗？哈利嗓回来了，我很开心给大家，可以给大家看，给大家可以不是可以给大家看哈利嗓，哈利嗓回来了，苦瓜，你가우리고야고야会吃，香菜我不吃，没有听过中文版，有啊，有听过。元気、元気、好可爱，哈利さん、对，哈利さん。啊，好可爱，是不是？哈利好可爱吧？他才1岁而已，他才1岁哦，还是小朋友。还是很对，还有活泼，乱讲都是的。阿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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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一点，刚才阿狸，阿狸，阿狸，喵！Hello，大家好，我叫哈利，我，不要。马友不要抱我！马友不要抱我！按 讲生气了，红豆讲生气啦，吃醋了，啊，不行！跑走了，对呀、啊，逃走了，好难控制。你是本来就在台湾吗？还是为了 TP 才会来的？才来的。我是本来在台湾，然后才发现，才找到那个甄选。对。私に結婚してください。ハリー？アンコ？红豆也不要麻油了。对，大家都不要麻油了，谁要麻油了？啊啦，卡哇伊，吃醋好凶，过力。我已经1个小时半了耶，下次什么时候直播？下次礼拜日，礼拜日晚上，过年的时候我常常会开直播哦。白色的狗狗叫什么？红豆。红豆奖，他叫红豆，日文名字是 uncle。もちろん、まえちゃんに結婚したいよ。結婚？麻油饭需要麻油，我也要要。嘿嘿嘿。对，有人跟我传给我讯息说，为什么今年是麻油年？我在 IG 发文说今年是麻油年，大家知道为什么是麻油年吗？是因为今年是猪年，是不是？我是小猪，我这边都是肉肉，这边都肉肉，我是小猪，所以今年是麻油年。猪来了。今年是猪年，马又年，所以我觉得这一年会对我来说很棒的一年，很棒吧？很好捏的感觉，对啊。你知道练习的时候、训练的时候，成员们都会来捏我的这边，还是捏我的手，摸我的手，摸我的脸。呀，因为好好磨，
什么？肉肉这个，肉肉才够。妈呀！话，谢谢 K 故事三，好可爱哇，好厉害哦！你捏我的，你偷捏，你偷摸我的肉，哦，雨林最喜欢猪猪，雨林也有说，南志明也有说，南志明摸我的手说，为什么这么软，都没有骨头，我有骨头好吗？和阿布桑交流是用日文还是中文？当然是日文啦、啊，当然是日文啦、啊。可是，跟阿布桑聊天的机会也蛮少的。这么，不是蓝，是卵，是卵，卵，卵。雨晴，雨晴来了，女神来了，女神。女神，Team TP 的女神来了，很不上一首歌是么呢？以后马友的握手会可以改成捏脸会吗？这样大家会开心吗？这样我之后也不能瘦了。七七午安，桃园之冠，桃园之冠，之冠是冠哦。桃园之冠，软软是软吗？开心，大开心，会被出局。对呀、啊，会被出局。捏会可以哦，一直捏没有的，肿起来。不要，我不想要更肿的。没有的脸是我们，乱说话。小妹，can 讲 can 讲，越捏越大了，不行，不可以更大，我每天很努力振作，我想要把我自己的脸小一点，越捏越乱，月溜溜也是要翻滚的吗？哎，我刚刚想要说什么？哎，对对对，因为已经开了1个小时半了，所以我想要再自我介绍一次。对，我是 AKB48TeamTP 的演奏生藤井麻友，日文名字是藤井麻友です。然后这边有 Instagram、IG，所以大家一定要追哦。今年20岁，可是还是很年轻人，20岁很年轻吧？阿班20岁是年轻的吧？算年轻吧，阿班。阿班还在吗？我最爱台湾，我的未来的目标是当台湾观光大使，所以我想要去台湾所有的地方，想要吃台湾的所有的美食，然后更了解台湾，对。然后想要给日本人介绍台湾的什么？小春ちゃん？クマちゃん？若いぞ、阿笨，若いぞ，对不对？最年轻，最年轻，对，最年轻的，没关系，阿笨比你啦，阿笨会生气哦。关关，等一下，关关是什么？关。观光大使，这个发音很难哦，真的很难。新移民，私より。
台湾美食超多，有机会可以来吃吃看。我有去过台南三四次，超过四次吗？应该是四次，很好玩。上次是我自己搭公车去，好厉害吧？我也不会念，糟糕。阿班的日文真的很棒，他讲日文比我还要流利。没关系，阿班觉得。还有，要不要念念看？哦，不要啦，不要再欺负我好吗，小树？南港展览馆的官方观光网站，网站。有机会看看抽不抽得到 NMV 的票，对，我也想去看，我想要去学习一下。台南市民欢喜，哈哈哈，小树这个真的哦，你不要再欺负我了，好厉害，好标准，真的吗？我好坏，你好坏，真的很坏。其实蛮有念的，蛮棒的，真的吗？蛮有，希望 TT 来台湾，台南，我也想去环岛嘛，我想要跟全员们一起去环岛，念的比台湾人标准，真的假的？是假的吧？蛮有中文比想象中的好好，可是我觉得刚开始开直播的时候真的很。不好，连一句都想不起来。台南有鱼头区，不说话。对啦，我刚刚在自我介绍，我忘记了。我刚刚说到哪里了？好啦，好啦，重点是想要大家追踪我的 IG 跟直播，追踪我的直播间跟我的 Instagram，对，这是重点。然后想要大家看我们的 MV，勇往直前，然后樱花瓣，大家都有听过吗？AKB48。Team TP 的樱花瓣干勇往直前，我最喜欢听勇往直前了。对，我上次去咖啡厅的时候，那边有放樱花瓣，那时候超感动。那时候第一次在外面听到樱花瓣，我差点哭了。然后那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就小小跳舞，超开心，很感动。我希望之后会听到，常常听到我们的歌，然后常常看到我们的 MV 啊，好开心！中文的啊，中文的啊，中文班，每天都在刷 MV，我也是，每天都在看，演完之前。我最喜欢那个小青，口哈的就是甩头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笑，而且很帅。那个 MV 的中间吧，应该是中间。对，口哈的会甩头，那个好帅。中文的啊，樱花瓣很好听，我也觉得。哪间店？我要去。雅安，そば，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对，我最喜欢そば的 catchphrase，我想要听哦，超想要听。可爱 ponytail，鲨鱼，真的。我想要他绑双马尾甩头会怎么样？我好想要看。
我是追女神。马悠悠，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雅恩，我要无糖的荞麦面。国欧饭，国欧饭上很耳熟。看谁？看看小哈鲁啊，看小哈鲁绑双马尾。谢谢扫把阳光，叫我无糖类摊上会打到脸，会打到脸。幸为幸为阿亚萨基萨，那盘面来了，吃炸鸡去。一元，还有双马尾可爱。下次直播的时候，我的头发要怎么弄呢？大家最喜欢干什么发型？还是那个猫咪的？我之前有弄过那个猫咪的。佳玉，谢谢。阿棒，我刚刚突然被踢出去了，踢出去了。有麻友就好，谢谢。你过咪咪一年。双马尾好看，真的吗？哪有中文说的很好？真的吗？下次你过咪咪猫耳双马尾，猫耳跟双马尾好难哦，这个好难哦，好哦，好哦。下次说到了，说好了，打勾勾。为什么台湾的打勾勾是这样？好可爱哦，打勾勾。妈呀，跟你讲，妈有的 IG 有很多台湾旅游照片哦。对呀，很喜欢去旅行。妈呀，不好意思，这个平台没有电脑版，说没办法一直哦，举着手机。明日什么明日啊？礼拜日要盖印证，打勾勾盖印证。哎，盖印证。Tomo 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香蕉。盖印章哪有啊？这里吗？你说这样，盖印章，打勾勾，盖印章。哦，原来日本的打勾勾不一样吗？不一样啊，就这样，这样，这样而已。台湾的打勾勾很特别哦，喜欢。那娘，懂。盖印章对招主小春耳切り初耳です。でもさ、日本的狗狗我觉得很恐怖哦。你有听过那个歌吗？耳切りげんまうそついたらはりせんぼのまず耳切った。你有听过吗？你知道日本人怎么说好怎么约定吗？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就是没有做好。如果怎么讲，就是要囤那个叫什么哈里森崩。哎，对对对，太子山说的对，十月就要什么？哎，哪里了？去哪了？十月就要，在这上说的对，先吃一千根针，针是针吗？打针，针。对，十月就要吃一千根针，好恐怖哦！这样比较起来，就台湾人
这样而已，打勾勾，盖印章。哦，台湾人很棒哦，日本人很恐怖。什么孤单？谢谢爸爸的红包。哎，对，我刚刚都没有注意到礼物。对，我要看。そうそう、呪いみたい。谢谢红包。谢谢红包。橘子、伟林、阿华、雅安，谢谢玫瑰。说吧。雅安的玫瑰，阿华，番茄，有番茄哦，谢谢番茄。徐北北，中山一林，中山一林上。谢谢元帅大大，すごいなこれ。什么什么什么的孤单，好难哦，他家要不要改名？好难哦，汉字好难。米老鬼，念反了，帅元是吗？帅元，妈呀，我来了！啊，又是很难念，很难哦。吴雨婷，是吗？吴雨婷，注音拼音我都会看，所以大家如果不会麻烦的话，就可以打注音，找我你们的名字吗？让我。汉字我不太会看，阿华，我知道阿华，我知道，阿流，鸭流，才经济办账号，刚刚才经济办账号，是哦，为了 TP 吗？只要是 TTP 都赞，谢谢，好哦，我等一下改名字，不要，七岁，瑞科，是都是医生吗？诶，是汉汉是不是？汉汉。汉汉，谢谢汉汉，好难哦。soba，我知道 soba 啊。返事しばらくできないすいませんてか仕事。全然大丈夫です。仕事頑張ってね。みんな闪退。みんな也好可爱哦。那我下次买友之前都先改名日文名字好了。克里斯就小诗诗还好啊，我会念。超哥，谢谢，超哥，谢谢你。今天是不是要看整天的直播啊？等一下，我在16分钟左右要关了。我的名字应该是最好哇。等一下，我是八八，但我是八八吗？我是八八，猜猜，八八真的，谢谢你最好记得名字。A，妈呀，可以和咪呢？不捏脸，他的脸好小呢，他没有肉，你知道吗？我应该比他。还要好好好黏好黏好黏，
朋友刚刚通知我妈要开直播，我下班。真的，雨婷，什么？谢谢你的朋友，谢谢你。阿华，欣慰，阿亚萨基桑，谢谢。下次改名叫一只 key，为什么是一只 key？我觉得好帅哦，这个名字。我是巴巴，巴巴，谢谢。巴巴，哎，这是 AKB48 Team TP 的礼物哦，哇。すごい、これ。现在几个人在看？怎么看？现在是几个人在看？是怎么看呢？大家知道现在看我的直播的人是多少人？不知道，对不对？我也很想知道。不知道，剩15分钟了，好快哦，时间过得好快。问问看，小花哥，当我们的经纪人就好了，因为一直给是树啊，是哦，这个树的字的日文是一直给哦。哦，原来跟双人不一样。我的宝贝，你的宝贝，宝贝，那要请大家报数就知道了。哦，报数就。440个人，是吗？啊，脚麻掉了，好像我的家是动物园哦。440，谢谢440个人的大家。那我再，440个人，大家都是讲中文的人吗？还是讲日文的人？有日本人吗？日本人いますか？日本人いませんか？要麻油自己点吗？我去玩一下，诺基可以，拜拜。都能讲，还是那是追踪术。我讲台语，台语，台语真的不行，真的不行。日本人いました。竹島幸太郎さん。竹島幸太郎さん。はじめまして。竹島幸太郎さんね。台湾で AKB48 してます。藤井舞です。今は大阪に帰ってきてるんですが、普段は台湾で生活してます。台湾の大学2年生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何だっけ、シェアとかインスタグラムのフォローとかしてくれたら嬉しいです。幸太郎さんね。讲台语和中文、日文还在选。很多台湾人都会讲日文。没有要自己点自己的头像才会知道哦，是哦。可是我，機械音痴怎么讲？機械音痴的中文是什么？讲中文的，西班牙文，西班牙文好像很难哦。440应该是有追踪的粉丝哦。小华哥是这样哦，哦，啊，
霓虹镜，诶，帅远山不是日本人吧？好吧，我刚刚，私も小花哥骗人，no pain no gain。まゆさん、オスカーさん、三星班。马有美玲推哦，我想要去福冈找美玲，我想要去。超想去，美玲、迷都，大家都骗人，都在欺负我。老师很认真，老师，大家都骗我。回台湾有机会跟，哎，对呀、啊，我好怀念哦。我有跟诗雨一起开直播过，改好名字好了，一直叫本名会害羞。Sotsky 这些人真的，诶，小树不是去玩那个 Nogi Koi 吗？アウェイ感があってコメント知らずないよ。ショウルやります。これからはこのライブ、このアプリでやります。竹島幸太郎さん。幸太郎さんね。アウェイ感があって。もう全然日本語でコメントしてくれたら嬉しいです。Hi, I'm from Africa. 真的吗？真心真山。我有听过哦。我知道你哦。不是 Africa 吧？哦，不要打那个看不懂的字啦，是泰国的吗？为什么要欺负我啦？算啦，没有比较可爱。等你一下我，好帅哦，小树，谢谢芭比。我在元气是非洲人。Tano Freddy 山，好耳熟，没有好美呀、真的啊。谢谢。Nice bird, nice bird. 来一人。称番茄，谢谢。西班牙的番茄，番茄，好多番茄哦。すげえ、中国語？全然中国語はちょっと退化してしまって。どうしよう、いっぱい喋らないとね。自从有了 TMTP，我就把 Nogi Koi 删掉了。真的假的？我也超喜欢 Nogi Zaka。那个他们不是在台湾开演唱会吗？我超想要去耶！对呀、对不对？小巨蛋，我们的梦想是在小巨蛋开演唱会，Team TP 的，我也有去，你也有去哦，めっちゃ喋れてるんじゃん、全然。真真，本当に，我要学中文了，真的，真的，真的，今天的我真的不是我，今天我的中文不好。阿华，谢谢。比起乃木坂，我更想看 TP 的演唱会，真的吗？马有美玲推。我想去福冈找美玲一起开直播。我在台湾的时候有空就去找她。
我发现哈里山在我旁边睡着了，你看，他一岁了，Hello，Hello，他叫我哈里，可爱的熊醒来了，他刚睡醒，好可爱。每天哎，这是谁送的啊？帅元山哦，好厉害哦！谢谢，太子山来了，太子山来了，睡着了，还把他吵醒，我好坏哦。所以比较乖，对啊，他很爱玩。Beep 可虎暗闪。喜洛库马山告白熊，告白熊，私も福岡へ行きたい。我还没去过福冈，想去想去。日本人の方は私が何を喋ってるか分かってるんかな。それとも日本語で喋るべきなんかな。ちょっとよくわからんな。すごいな、これは。このアプリをマスターしなければ。アーホアさんだ、ヤンゴン。ヤンゴン、太陽ね、太陽。え、すごい！これ何？我是爸爸的麦克风。好厉害哦、我是爸爸。白熊さん、告白熊。麦克风，谢谢。伸腿了，伸腿了，伸腿。想听马友唱歌，我也想。所以下次的选拔我会努力。然后我想要，唱下一首歌，下一次的单曲嘛。对。我会努力的，阿华，谢谢你。陈腿手滑歌吗？手滑歌，期待马友的单曲，我会加油的。哇，好厉害哦，阿华的那个礼物，玻璃心，加油加油，支持马友，下一亿。诶，我们的 MV 是可以在我们 AKB48 Team TP 的官方的 YouTube 上看到，然后超过100万次数次的话，会有下一次单曲，所以大家看完我的直播，马上去看我们的 MV 哦，然后。下次我会努力，然后希望我会被选上，然后就想要大家看在 MV 里面的我。你是日本人吗？是的，是的。哎，在2分钟了，快要2个小时了。好了，那我，哎，すごい，谢谢，谁送的？谁送的？谢谢。那我最后一次自我介绍好了。大家好，你们好，大家好，こんにちは。我是很爱很爱台湾的大阪女孩，然后也很爱很爱学中文的大阪女孩，可是现在的中文很不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一期生研究生。我今年20岁，我在台湾念大学，都到二了。对，我念外交系，所以
我喜欢学那种语言国际关系，然后我的目标是当台湾观光大使，对，因为我很爱台湾。然后有什么？我很爱跳舞，我希望之后会有机会给大家看我跳舞的样子。可是我有发过我跳舞的影片在 IG，对，所以大家去追我的 IG，可以看到我跳舞的样子。对，赞，谢谢你的赞，期待二局，谢谢。然后，已经听 TP 的粉丝的大家，还没有很了解 Team TP 的大家，请大家帮我去看我们的 MV，勇往直前跟樱花瓣都很棒的 MV，都很棒的歌，对，所以值得看。对，超过100万次就会有下一次单曲，会不会磁带呢？期待，期待。对，期待吧，我也很期待，我非常期待，所以大家请多多帮我。然后下次开直播的时间是礼拜日晚上，所以大家过年前要不要来看我在直播呢？耶！阿华，谢谢你。然后我过年的时候常常会开直播，所以如果有时间要来看哦，聊聊天，没有讲什么之家那里拿了困难带哦，一定一定好哟，要，谢谢，需要快一点，希望更多人。知道我们团体，了解我们，对，我们会努力的。我最近在台湾看电视，常常看到就选拔他们，我觉得很开心，也希望我之后也可以上节目这样子。谢谢とあるクズ大学生さんのファンチェ。名字好难哦，名字好长哦。每天一定刷。了解，爸爸。其实你很想，但是你背后点点。来了，大家都来了，可是我快要关了。我很期待下次直播，大家，我要跟大家讲，因为我今天本来一点要，不是，日本时间一点，台湾时间12点要开始开直播，可是因为有发生一些问题，没有办法，12点开始，让大家久等了，对不起，而且我的中文变不好了。所以今天的直播其实都没有什么内容，对不起大家。可是我下次的直播我会好好准备，好好跟大家聊天。所以下次直播也一定要来哦。我会准备一个游戏好了，下次直播是礼拜日，然后。时间是在我们 AKB48 Team TP 的官方 Facebook 上面会告知哦，通知告知哦，所以一定要去 follow 我们 AKB48 Team TP 的官方 Facebook，然后追我的 IG，然后再来是追我的直播间，对，谢谢大家的帮忙。耶，唱的，我去。
鸡皮疙瘩。好，我们有下次见。对，我快要关了。麻友加油，麻友会加油。那大家下次见喽。拜拜，拜拜。礼拜日见，礼拜日见，パパパパパ。いえいえ、嬉しかった。こんな久しぶりの配信を見た。嬉しい。そうだ、日本語で言ってなかった。日本人の皆さんもいると思います。次は日曜日に開きますので、ぜひぜひ見に来てください。AKB48TMTP の Facebook で時間とかまた告知、通知されるんで、それもチェックしてみてください。自分のインスタグラムでもちゃんと告知しますので、ぜひぜひフォローお願いします。じゃあ、皆様、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バイバイ、お疲れ様です。下次见。